任何同國家安全有關的事呢，在任何國家作為這個國家一部分地方，譬如香港咁呢，都不是一般的事，不是小事來的。2019年在香港發生的事，引致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呢，亦都不是一件尋常的事。所以呢，我們看國安法下面的規定，這個包括呢海外律師他們在香港就不是一般案件，國安法的案件他們出庭或者他們執業呢，這個我們不能夠用一般的尺度來衡量，我們要知道呢，在任何一個國家，在任何一個國家的城市，他履行他國安法有關的責任來講呢，都是一些特殊的事情來的。